讲到季节，今年过年，这南北会介绍讲，即摆有哪块点点啊起哦？这南北会业者讲，因为受到这气候无正常的影响，加上即摆这中国市场有哪只较侪，亲像这鲍鱼啊、干贝啊，讲即摆这介绍刷咧起卖三成。阿未过年，伫花街就充满过年气氛，所有过年要用的食材全部拢摆出来，但是人却是无讲介多，因为只要来问过介绍的，拢知影讲物件拢得起价，尤其是一罐墨西哥车顶包，介绍起上多。一罐位置本来两千二，起到三千，是起差不多四成。原因是因为产量减少，无够卖。天气气候的关系吧，那温室效应嘛，所以说海水温度比较高，所以说产量少，价格就上来。起价唔只是车轮包，顶头的因为红枣一斤是起三十块，干贝甲乌鱼子起上多，干贝一斤为千八，起到两千四；乌鱼子是一斤为千四，起到千七；啊，估计一斤为百八，起到两百四，起卖两成至三成。还好吧，因为过年必须的用品都是一定要需要用买到。现在物价都一直涨啊，都是这样子啊，政府要管一下啊。业者讲，起价恐惊也唔只是安尼，愈到过年需求量增加，无够卖，再介绍无排毒也继续起。因此，业者建议讲，不妨改买起无遐侪物件，亲像是松子甲香菇，即卖介绍也算是平稳，会当代替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